喂，你好，成功补习班。小姐，请问你单身吗？什么？你开放试用啦，很舒服哦。真的吗？但是我的需求量很大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再来跟你做马桶啦。老师好。一段感情当中，什么最重要？Sex 很重要。传说中的梦幻一品，解码眼镜，只要你有了它。就就什什么么都都看看得得到。到。张韶涵，我欣赏你，真是太 hot 了，长得有点想疯了。你什么时候交第一圈男生的啊？你跟陈翔如果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跟人家聊的事情的话，可以找我没关系。老师，你这样我尿不出来了。小智老师，他是不是怪怪的？靠那么近干嘛啦？大哥，我们也是有在挑的，好吗？老师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拍片吗？拍电影可以当饭吃吗？我可不可以跟你借你身上的洋装？你后来跟陈氏到底是怎样？我觉得我好像做错事。想要走到阳光下，就只能想办法靠自己改变啊。我每次只要心情不好，我就来这边跳舞，我才不要当数学老师哎！你什么老师啊？好了，你知道有多少家长跟我投诉？你这种人有什么资格教书啊？搞什么东西？我是想要安静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觉得你们好勇敢。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呢？我们会变怎么样？没事选我干嘛？我这次也是开玩笑啦。有人开玩笑伸舌头吗？